这个爸爸没在家的时候，你想不想他？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王坤满的家，这个土坯房，然后已经很残破了。那你爸爸回来之前，你有多久没见到他了？差不多，好几个月了。那你爸爸没在家的时候，你想不想他？想。你妈妈呢？跑掉了。你有一哥哥还是姐姐？姐姐。就这个吗？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